这衣服的老板很潇洒的，在山的时候拿了一口水，看着上面，然后再把月饼慢慢的提起来。我还以为他会用，已经完了吗？来来，你必须要按这个，好，来我们暂停。所以等一下，所以已经完了7秒钟的时间而已吗？ 我们鼓励掌声！我还没有转头，我还在讲故事。刚才我还没有讲完就完了。哇，怎么称呼你 ，Mr. Jackie Chu？ 啊 ，Terry Young，哇，真的是精彩！大家看到表演吗？刚才除了吞月饼以外，还能吞什么？<笑>这个反应，哇，太厉害了！那我们再次鼓励掌声给我们第二组的朋友，谢谢你。 谢谢你们参与，哦，真的是7秒。是啊 ，Mr. Raymond， 我感觉你好像是来骗月饼吃的喽，是不是很明显？来到这边刚开始喝一口水的时候，想说，哇，是来看月亮，还没出来，应该出来了，还没有看到，就算看到应该是顶着，然后慢慢的一口一口咬。